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大家好，我大师。然后大师接了一个悬赏，然后出现悬赏单的时候，主角会出现一段话，说我有预感会出现在这边附近的话，然后点一下地图，就会看到地图有三个红点，我们朝那个三个红点走过去，应该就可以触发到剧情了。是这个吗？不在这里哦。所以这边我还没来过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有这一个。有恶霸。好，我们先去打恶霸，赚点经验。应该不难才对啊！轮到这家伙，看我的！谁想破？接招吧！别小看咱们！哎，好笑吧？好笑吧？再有！再打我！再有！再打我！一点多大一点？对呀，疼！轻点，敢打我？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杀！太大意了！杀！杀！倒下吧！对呀，疼！轻点，敢打我？好！对呀，疼！轻点！对呀，疼！轻点！没闪过！嘿！杀！哈！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走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怎么又换位置了？有可能是因为战斗过后又换了。找到了。文阳，强吗？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不强。哼，小试身手罢了。也完成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似的。量测时间，量测时间哦。我身上好像没有啊，也是谁蜡烛对不对？五牛图跟雪溪图，那为什么网络上写说五牛图比较难拿的方式好像不是这样啊？算了，反正我在路也拿到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啊。
OK。我好像有一个给别人的这个吗？这个给别人蜡烛，蜡烛应该不用再买了。这应该买过了。好，走吧，去客栈。这边都走过了，先去客栈好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东西是要，哦，这边有快速存档，这是改版之后的，会改版那个更新之后，按加跟减号就可以了。我先把梗，这是对吗？对。对，我已经六阶了，对嘛？是六阶的意思吗？六阶应该是可以触发的，对了。12点，好，先把这点出来。一般攻击后对敌人的下一次伤害提升10%伤避。这个好，好，赶快买酒去。后期好像没配音了，不成不成，要是听你指路，到时你再在东阳村，这些账岂不是算我头上？如果你想知道东阳村在哪里，这个小孩是东阳村的，你不如问问他。只不过他打从进门就鬼过神好的，你想问出什么？得且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。小孩子哭了什么？给他几颗糖就好了。你做的事啊，但这小鬼嘴掉了，给他香肠果子也不要，给他糖果也不要，只会一个劲的哭。小孩实在拿他没皮条。给一颗糖没用，给两颗不就好了？若给两颗糖不行，你是给糖不对。外面应该有卖糖的，我去买些糖来试试。OK。OK， 这个就可以去那个仓库了。现在逛一下，
杜离，决明子，不能上楼。好，就这一集应该就在解支线了。糖哦，要吃什么糖？你到底怎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哭？你一定要呢？就在一客茶馆等他。替李馒头把爹找回来。先前那三个少年傻和尚说他们在追紫玉女子，不是少林寺的吧？他不是一般盗贼吗？有限时间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试一下快速存档。OK， 简号是读取快速存档的。葡萄酒没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先去古羊堂吧。羊奶穿新年跟青年花，上下左右，哇塞，这么难哦！存档。
下座。哦，这个比较好一点，下右左。Nice， 出神入化。铁布先不要过去。可用于出事。好，走。对不起兄弟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对啊，没事了。先生说半本命题，你自己拿回去给你亲兄弟吧。金色那里吗？我们先去仓库那边。仓库先拿一个道具。仓库，可是一品茶馆在哪里啊？哦，一客茶馆在这里。OK， 好，我们先给这边的酒喝。Go go！ 好爽哦！乙方射击，不，特许三月不进二手段，七骑士成火，杀骑夫灭骑子，再特许三月，怪异合同。分子他是把九品芝麻官那个他
套路拿起来演，是不是？我先回秦家庄。然后 ，OK， 客栈的嘛。客栈，哎呦，慢着，你们要带走我弟弟都不用问过我吗？你谁啊？我儿子可没有这半路任性的亲哥哥，他没了亲爹，各位干哥哥不是很好，一少一多，半点都不吃亏。你敢揍我时，谁说他爹没了？会骂自己儿子的人活着与死了以后有何意？我看你不如早点死了才是，活着多浪费。你，我是他爹，要卖就卖，那路那盘子多蠢，死馒头还不快跟他们找。大哥哥救命！就冲这里，这是哥哥，今天谁也不想带你走。难不成你是他老子？哈哈哈！我不但是他老子，还是你们两个的老子。你说什么？蠢小子，宰了你！无恶，看我打爆你们两个废物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好强啊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白胶帮。哈哈哈！你怎么看得出来我在骗他们的？这还需要看吗？我才刚打完架，那拔胶帮就正好被你打败，我就不信这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。紫衣女只会同时往三个不同的方向逃跑，诸如此类的。你戏弄我狮子，真倒是反我们欠你人情了。你想想。他们这样毫无章法找下去，就算找三百年也找不到。所以那么一个往左、往右、往前，这样不是条理有序多了？你这和尚不拘俗套，倒也不差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解完就这集就差不多了。
原来如此。感觉好像很危险呢、啊。我想读懂从哪一次、欸？好，重来。好，我们要选二，不告知真相。感觉是选不告知会比较好啦，你其实告不告知其实都没差，告知反而不好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书院那边给宣纸。哦，超多支线。分子是给他吧。好，看一下床尾有些什么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一段结束啊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主要放上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，拜拜。